你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？你可曾憧憬你的大学生活？是智慧、身心、记忆、潜能全方位的探索，是见贤思齐、打破陈规、展现自我的改变，是勇于造梦、主动挑战、付诸实践的追求。是文理兼修的广博与精专，是中西合璧的视野和眼光，是开拓，是创新，是跨越，是分出多条路径的森林，是不同思维碰撞的圆桌，是启发，是多元，是融合。是博闻雅致，是真知笃行，这是你的大学，你能让它与众不同。在北师港劲大，创造你的大学生活。从这里出发，梦想无限大。